踩好脚步之后，双手重扣，篮筐晃动，对，其实还蛮轻松，就跳一下就灌到了。德古拉也算客气了，后段就把力量先放掉了，一定要放，不然篮筐坏了。小尼子先被打到了，对，先被打到脸上，这个球你也只能放掉，不然就是小上加一了。来一下这个，怎么守呢？德古拉，要到位置之后，基本上是只能双手自己的后撤步投篮，篮底下，会有跳吗？垫脚直接单手把球塞回去，直接单手抓直接。